手邱承勋与模特儿妻子矢野智保的女儿邱小爱，当年登上亲子综艺《超人回来了》时，因圆圆的眼睛、肉肉的脸蛋以及可爱的童言童语，虏获大批观众的心。如今小爱已经12岁了，遗传了妈妈的长腿基因，身高已经直逼妈妈的耳朵，蜕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今日矢野智保更新了一系列母女近照，透露女儿在教育机构的帮助下，独自一人飞往意大利参加夏令营活动。矢野智保透露，虽然自己可以陪伴女儿去，但从意大利回来的路途，小爱得独自搭飞机。由于小爱一家从节目下车后就搬到夏威夷居住，因此小爱除了精通日韩语，她也能说流利的英文，独自出国也不担心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小爱虽然穿着休闲，却不失时尚感，获得网友们大赞有名模风范。小爱好好的长大了。